everything away. I can say it's by the sea. It's the house that used to be the home of a friend of mine. Without giving anything away, you'll find ships inside of bottles and the gardens overgrown. The house is white, but the paint is coming off.老师，亲爱，我很荣幸能够有这么几张画到潍坊去展出，就很惭愧，我一个是数量太少，再有一个就是像我这样的画现在都过时了，所以底下年轻人的画应该多展览，我们这些真的已经过时了。但我看你最近这几张都蛮新的。就只是新画出来，但是他的画法观念都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山东是美术大省，这个考中央美院的每年也几十个几十个这么录取。所以说你一直这个回国之后谈过几次这个美术教育。对，特别是我们潍坊可能是美术教育的重灾区。但其实谈还是对这个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高中的咱们国内这个美术教育。咱听听看看这个看法。不太有用，因为我发现这不完全跟艺术有关，它就是一个人口问题和升学问题。那美术这个口子等于提供了一个很宽的一个进口，然后还榜样的力量很大，这么多孩子能够考上美院，那就大家就会学。所以你看在别的省没有这么多榜样，所以孩子他的选择可能不会往美术这块走。可能你现在成为他们孩子心当中最最闪耀的一个榜样，然后一般的孩子就是画画。人家看到这个丹青老师是个画家，但同时还是一个就是同时是一个文化人，所以说你可能给他们树立一个最大的榜样。我是一个负面的榜样，就讲了一些对他们考试不利的话。但是我现在意见跟那会儿有点不一样，他非常难改变。我要是家长，我也有个孩子，你说叫他不要考试，叫他不要按这种方式考试，那别的出路在哪里？是非常困难。那孩子画画的上来，你稍不留神不用功，别的孩子就上去了。然后咱们这全国统考一年只有一次，你错过又得等一年，一不留神就好几年就过去了，这人就废掉等于。因为我知道要改这一条非常难。据说我就是反对英语考试，有一小点作用，就是有些学校会放宽分数，就研究生情况略微好一点，但是年轻人要高中大学，这个是太现实的一件事情。可能不容易。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这辈人学画和出道的经验跟现在的年轻人太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是没有学院的，说起来比现在孩子苦，当知青没有老师，但事实上像我们这些大城市出生的孩子，其实都有人教有人学。然后当时是整个政策倾斜，实际上是对年轻人有利的，老的权威打倒，然后知青的启用，虽然没有钱，也不能解决工作，但是文革所有知青其实画得好一点的都在出版机构或者甚至专业创作机构长期借在那里画画，所以我们这个成长经验跟今年的现在的年轻人他没有可比性。没有可比性，所以我有时候在说话的时候我也越来越谨慎，因为你出气容易，大家觉得有个人在骂这个高等考试，
出气，但是你回到现实当中他还得走这条路，你说是不是这样？现在大家谈论你的时候，谈论你的次数现在越来越多，就是我记得我十年前十年前你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在我们班上做的，当时我记得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在你们那个时候和在现在，他的社会身份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对对，但是特别是大家这些年对您的这个评论，就是关于您的这个身份，这个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还是画家身份，对您这方面讨论的比较多，所以我也想问问，我十年前您教我的时候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现在在你满世界跑，现在比如说在美国，在中国，过两年你去德国，还有印度，你到了这不同的国家，您觉得在不同的这种社会制度下，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身份有什么不同？其实身份最特殊的就是中国艺术家。中国艺术家他可能全世界少有的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还有大批是从前叫官方画家，现在叫体制内画家。那这个身份是欧美画家都没有的，欧美画家就是个体户。那第二、第三世界呢，更不用说了，就都是个体的，这是一个差异。还有一个差异呢，就是可能因为是我这些年胡说八道，然后又上媒体又写书出版，所以大家就不太确定这个人到底是画画的还是想干嘛。但其实我相信是被媒体弄成这个样子，因为我并没有要去谈教育，我是辞职引起社会关注，然后媒体不断的会来问，那这就造成一个错觉，就这个人变成一个他们叫做公共知识分子那样。其实我真是没这个资格，所以在我这一边身份的一个复杂暧昧，它不是我自己要去追求这个身份，是这个形式造成的，是就是你要说我是什么，我还是一个画画的，我跟你一样。第三个呢，就是现在大家其实有就业的焦虑和身份焦虑是有的啊，是有的，因为现在一个竞争机制被引进了，像从前那样分配啊，这个走官方艺术家这条路现在没那么好走了，太多了一届届毕业生，所以大家其实是大家的身份焦虑会体现在比方像我这样的人身上，说这个人怎么又画画又写书又上电视或怎么样，又到处跑。你刚才问我到国外这样跑，其实国外的画家身份非常非常单纯，他也会变，他也许还在打工，还在餐馆里端盘子，但是他明年可能导演这个一部电影，或者他平常业余时间都做现代舞，或者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摄影家，但他靠另外一种工作养自己，他做广告设计或怎么样，所以在国外的一个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他是根据个人情况自己决定、自己选择、自己改变，时间长了，最后有一项他做得特别好，他就变成那么一个角色。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他是被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就比方一个考试政策、一个教育制度，还有一个社会环境决定的，所以个人在决定自己身份当中，他到底有多少能动性，多少选择，这还是有问题。你不能说现在青年没有选择，比我们那会儿要多，其实比我们那会儿多，但这个选择没有一个就市场化很良性的一个市场化跟在后面，所以你一旦进入高考，他被高考限制；一旦进入美术学院，他也被美术学院限制。其实你也许更好应该去搞设计，甚至你应该去做生意，可是他已经进了这个学校，但是我跟你讲，不管什么制度、什么国家，我觉得最后能出来的总是那么几个人，并不是所有人，大部分人会在一个体制里面被淘汰、平庸化，国外也有体制问题一样的，所以我比较倾向就是，聪明的孩子，还是会出来，就是
比较能够有适应能力和自我塑造能力，这样的孩子还是会出来，并不是那么绝望。但同时这个体制会对这样的孩子会造成很多困扰，在早期希望这变成一种锻炼他们的一种，是个锻炼，希望是这样。他说现在这个中国的文化界有几个精英人物比如经常出来要讲话的有煽动性的是余秋雨是一个陈丹青是一个于丹是一个我一听他们这样讲话我觉得也是有意思就是他们就不是画画这行的就是别的社会人他把你已经是归到这个领域去我不知道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或者怎么看我都真的还不是高兴不高兴的问题，就是我会比较沮丧。我老用这个词，就是这说明中国说话的人还是太少，说话的人还太少。你像余秋雨跟我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是一个官员，他是一个文化学者，然后他也当然他是一个散文作家，影响很大。但是我提的问题他从来不提的，他基本上不会对体制有一个非常这个尖锐的批评或者非常不合作的立场，他不是这样。他据我知道他尤其无耻的就去年这个地震的时候居然就劝小孩的家长不要去闹可以，这个是官员的事情然后这地方警察的事情，你这么重要的一个文化学者就含着眼泪说劝大家不要去闹，闹了以后被国外的反华势力利用什么这些，这非常无耻我对他最后的一点尊敬因为这件事情就没有了。那于丹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于丹是一个照我的定义就是非常像我们小时候就是非常能说会道的，就是少先队辅导员、共青团辅导员，在国外这样的角色也非常多。他非常像个神父各个小教区就有这样的神父，然后在大教区又有这样的神父，就是给大家布道、讲道理，非常会说话也有听众，也有听众缘，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也并不接触到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的问题。尤其是现实政治，我们的国家一切都被政治笼罩，这个只是从来不这么说，这个，我想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是不合作的人，另外一个是我要骂街的一个人这个，但是我最后还是跟他们变成一路人，就变成一个媒体人，实际上变成媒体人。我们之所以会被他们那个圈子认为就一二三四就这么几个人，因为是媒体老来找我们，所以我觉得媒体的力量比我们任何人都大，他可以把所有人的特点最后溶解就变成一类角色。那我沮丧在哪儿呢？就是中国还是一个单元文化的国家，就是这个整个媒体其实是党的媒体党的媒体现在一部分市场化，然后他需要几个像这样媒体明星那这个时候大家来看这些人的时候就很怀疑。可你想，如果有100个不一样的电视台，然后有10个以上的这个文化圈，大家互相说的都是不一样的话，不一样的政治立场，不一样的文化立场，那情况就会不一样至少像台湾香港这样子咱不必像欧美所以这个情况下，我本意是来做些抗争，说一些真话，结果我最后变成一个被消费的一个媒体明星，就这样，就是我很失败，实际上，但我也不能怪他，就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就这个样子。你觉得是一个是自己说多了吗？还是感觉说的还不够？一方面说多了，就是因为从我的本业来说，我不应该说这么多。事实上，我这些年已经大量减少，非常少了。2008年，我只出现过2-3次，一个是为奥运会说了几句话，一个是好像有一两个深圳的电视台还是哪儿，还有这凤凰台，
2009年我只参加过一两次，就是锵锵三人行，所有国内的电台，现在2009年快过去了，国内的尤其中央电视台我一个都没有接受。今年建国60年，这个那么很多节目的项目来找我，这个前不久那个范迪安还叫我说，让我和他还有金尚仪三个人，在朱军的那个艺术人生里头谈建国60年来的美术问题，我也没有去，所有关于60年的问题我都不参加，他就是个歌功颂德，我不愿意做那样的角色，而且现在中央电视台也好，各地电视台也好，以我的经验，比我回国的时候言论尺度要紧多了，不太能说什么了，过去那些年我说的话比较重要的话基本上都是删掉的，这个就是这样都已经大家觉得有点要过线的样子，那现在更不可能，所以我现在其实原则上除了锵锵三人行谈过一次五四运动的问题，谈过一次好像电影的问题，其实我不再接受就国内媒体的采访，你这个是特殊，咱们是老朋友，他们这个，其实我们在下午不经常讨论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听你说话，特别是我们这个清华大学啊，我的朋友圈不只是画画的，就各行各业的，包括文科的都有，他们因为我是画画，所以说他们就觉得我应该认识你，所以说经常跑到我这儿来问你的情况，就是你认不认识我们画画的。这不是我说的好，就是我只是说点可怜的真话，非常可怜的真话，而这种真话在媒体上和在一般的公开场合很少有人说了，所以大家会愿意听一听，包括一些官方的人，当官的他也愿意私下跟我讲点真话，所以我回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说言论不自由吧，其实我们私下现在什么都能谈，可你说言论自由吧，就在一些像样的场合，一个应该大家谈公共话题的场合，又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但是慢慢来，我还是越来越体谅这个空间，我不会妥协，但我也越来越体谅，就是这样子，那你现在这个，我觉得，因为我在下面，我听到的，就是说，可能在你面前表演的人，你可能不一定觉得是真实的，因为我在下面接触到的人，怎么看你？那比较真实，比较真实。你现在的粉丝已经到了90后了，你知道吗？很可怕，像你这个年龄的歌星的粉丝，绝对到不了90后啊。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粉丝呢？他们就是跟我在一块儿，说到，有时候坐一块儿聊，他们一聊起你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眉宇之间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很兴奋，就是非常想去认识你，或者我想是很简单，就是你不要忘记我们小时候，一方面很怕大人。你记得吗？所谓大人其实也就30-40岁，不要说50几岁，我就觉得根本就老头，很怕这个年纪大的人。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很希望年纪大的人平等看待我们，稍微讲两句这个就是体谅我们的话，我们永远是人在管我们，这个。但是我发现你在他们心当中还不是这种长辈的一些，就因为我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呢？就是第一，我尊敬年轻人，第二，我喜欢年轻人，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的年纪，今天20几岁青年，你别看他80后90后，比我们20几岁成熟多了，他对社会的看法，对一个社会的真实比我们把握的要清楚，他历史状况不是很了解，因为教授不跟他们讲，但是他对爹妈那一块，对做生意的叔叔阿姨，对这个当官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大人，其实他非常了解哪些人是什么人，他在说真话说假话，你根本骗不过小孩子，所以我可能因为在美国待的久了，因为我自己性格又是这样，美国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同时美国文化概括来说就是一个青少年文化，他非常重视年轻人，从生意这一块他做年轻人的生意，从文化这一块他就让年轻人就娱乐，因为青春期太重要了，
啊，他在一个成长阶段，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困惑，同时又充满期待。哎，这个时候你告诉他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相信，如果我在年轻人里还能够有人愿意听我说话，就因为我不太像一个大人和老人，就是老是说一些套话，他们课堂上教科书上听到的话就是这样子。我并没有什么好东西告诉他们。我非常喜欢，就是说你现在的粉丝这么多，而且有一些人就是说，他们甚至对你的这种谈论，超过了他们喜欢的一些歌星。所以说这次呢，您又在我们山东办展，所以说肯定您的很多粉丝，想听您给他们说几句话，跟艺术青年吧，艺术青年。我现在对大学生说的话和高中生说的话，其实是很朴素的话，就是一方面我这么咒骂教育制度，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们应该把这些关过掉。为什么？现在他们上学都要花钱的，都是爹妈给钱的，这个。每家每户现在就那么一个孩子，农村可能略微好一点，两个孩子甚至三个。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学费这么贵，今天你能够上学，我觉得不管这个教育制度有种种这种不合理的地方，但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这个勇气，就是把这个考试考掉它，把这个学位拿到手。这是我对年轻人说的第一句话，这个话是我相信政府也愿意听啊，我相信政府也是出于好意啊。这个体制弄成这么多问题，不完全是体制的初衷啊。这个是我第一个意思。下一个意思，我是要对家长说话，不是对小孩说话。就是家长，第一条，你不要忘记自己也有年轻的时候。你想想自己年轻时候，你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到处在管着你啊，要你这样，不可以那样。就对小孩不要太多的压力和期待，那如果家长听得进这个话啊，100个家长里面有一两个家长能听得进这个话，那他的孩子就会松开来啊，就会活得比较像一个孩子，像个年轻人。那第三个意思呢，我就说年轻人现在接受讯息的这个可能非常多啊，一上电脑，这个世界就在你面前，这个挺好啊，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另一面呢，就是这个电脑经验不能取代一个生命经验啊，你该玩的还是得玩，该旅行的去旅行，要亲眼看、亲身去体验那件事情，包括就是失败啊，精神上的、体力上的失败，都要去承受。你将来年纪大了，你会觉得。是一个财富啊！你年轻的时候经受过这个考验啊，包括走一段长路啊，或者过一段比较苦的日子啊，这个年轻时候受得起苦。实际上，我们当知青，现在想起来都不能想象当时怎么能过来。哎，当时就过来，还高高兴兴怎么过来啊？也哭也闹，但是也就这么过来。所以，人的承受力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年轻人。我说一句，就是这个倚老卖老的话，就是不要怕吃苦啊。再下面一个意思就是真的要很珍惜青春啊。我拿我女儿举例子，我女儿今年已经30岁了，她跟我什么话都讲了。生日的时候我给她打电话，她说爸爸，我昨天大哭一场。我说现在怎么样？她说现在 OK 好了啊。那最近她来了，我说你为什么哭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是难过，也不是什么这个伤感，就忽然就哭了啊，就我明白他在说什么。就其实他忽然明白，从20岁到30岁这段时间不可能再赢了。就是人的成长实际上不是知识啊，不是知识，其实人的成长，所有的成长背后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他知道时间过去了。18岁以前都叫 teenage，
13, 14, 15, 16, 其实一个人有出息，无论在哪个领域，哪怕他当土匪，他在十几岁，他这个才能已经出现了，而且他的行动渴望已经有了啊。所以在初高中大学这段时间，你想做什么，你就要100%的努力去做到。25、26岁以后其实已经晚了，已经晚了啊。所以我劝现在的青年，你胆子如果足够大，你足够有雄心、有事业心、有志气，不要去考什么研究生，不要在学校里待太久啊！你想挣钱，你十几岁就可以挣钱；你想画画，你十几岁就可以画画，啊，就可以出成果，甚至，啊，就是要有勇气，在很年轻的时候去干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啊，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做成，啊。也许你会失败，失败很好，谁没有失败，我们一路过来都在失败，可怕的是你到了中年老年你面临失败，是你年轻时候没有把握时间，对，这是也是古训，其实非常简单，一寸光阴一寸金，老话都说过了，都已经很简单，我觉得无论是体制内的艺术，还是传统的艺术，还是体制外的艺术，当代的艺术，都要让它有，都要让它有。在画家这一面，就是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又取决于你的偏好啊。我觉得一个艺术家要非常肯定自己的偏好啊，就你到底喜欢什么，你对哪一路作品特别有感觉、兴奋，想去做。这就是你可能能做好的事情，那这里面选择就多了啊！现在终于中国出现相对多元的一个艺术景观，啊，你到北京可以到中国美术馆，可以到故宫，可以到798，可以到宋庄，可以到今日美术馆，这种选择差不多要到新世纪才出现，在90年代没有，80年代没有，70年代更没有，啊，所以。目前我们正在一个转型当中，从一个单元的文化向多元在转型，所以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时刻，这个时候就给所有人一个可能性，就是今天你其实可以两三种选择以上在你面前啊，取决于你啊，取决于你偏好什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强求现在我们中国变得像美国那么自由啊，这个各种艺术都能够想弄什么就弄什么，这个不现实，不现实。而且今天就算放开来，想弄什么就弄什么，你未必弄得出来，没那么容易的，啊，你抽象画早就过时了啊。可是你说咱们玩一个抽象画，你玩看，你画十张未必画得像样啊，你是不是抽象画都难说。那么装置、行为、身体艺术啊，数码艺术啊，种种这些。你要是有兴趣，你去弄，也未必就是你能弄得好，啊，所以每一种艺术有每一种艺术的难处，但每一种艺术也有每一种艺术的兴奋点，啊，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怕你不清楚你到底喜欢什么，你就在传统油画里面，都还有好多好多类型。好多类型，咱们画写实油画就有太多类型，画风景油画有很多类型，画人体画有很多类型，啊，那么在介于不那么传统又不那么当代里面，又有很多可能性，啊，有装饰风格呀，啊，有设计性的风格，啊，材料也有好多种所以在这样一个格局里面，我觉得当然有可能受点教育啊，开开眼界，北京、上海、广东这好的美术馆多看看。但是最后问题回到你身上，就我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国家性的思考，就我们整个中国现在传统艺术怎么办，当代艺术怎么办，这个问题我老实说是行政思维，
对，我觉得所有问题要回到自己身上啊，就是我是什么料啊，我到底是最喜欢什么，我念念不忘的艺术是什么样子的。哎，在这个基础上尽量开眼界，尽量开眼界，尤其是地方上的艺术家啊，就是攒点钱，你出不了国，先到北京，先到上海，先到广东这些好的美术馆去看看啊，把眼界开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机缘，就你能不能遇到特别好的，咱别说老师吧，就是特别好的同行。其实咱们学画过来都是这样，真正影响你的不一定是学院和老师，而是你年龄有点差异的这几个哥们儿会对你特别有影响啊。就一路上你有没有足够的幸运碰到这样的人，这些人会直接影响你，我觉得。所以多交朋友，你这样的技巧，你这样的手这么敏锐，你根本用不着再去跟哪个人学。嗯，你的问题就是一个是你在什么地方，你在青岛还是在北京啊，第二呢就是你的画出现在什么展览上，你的问题是这个。你这次你能够参加这个历史画创作，我觉得你一定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不是因为你拿到这个题材，而是你做了一件你此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画这么多人，这么多尸体啊，这么多的一个场面啊，你把它控制住了，把它画出来了。我觉得跟你单独画你太太在沙滩上，或者单独画一个花，这个经验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继续画沙滩，继续画人体，继续画花，但是会不一样，会不一样。你同时干过另外一件事情，啊，你要知道今天这个艺术啊，跟过去很大的不同，就是它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流派、主义、理论、观念越来越不重要，啊，现在进入一个全息状态。所谓全息状态，就是今天的一个人在今天的电脑面前和一个出版状态面前，你可以接触全人类从古到今各种各样艺术。已经没有哪一种艺术是对的或者错的，是过时的或者没过时的，就端看你在这么丰富的一个眼界面前，就是你在里头找各种小的空隙，能够把你自己想说的那点话能够说出来，而在说的过程当中你会找到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很可能别人用过，但是这种经验别人没有，所以你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方式这个手法，它有可能会出现一点新意，你就成了。很简单，现在不像早期现代主义，早期现代主义它是有营垒的啊，你是表现主义还是野兽派啊，你是极简主义还是普朴，它有一个营垒，现在这些营垒都没有用了，都没有用了。在西方90年代以来，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给当代艺术一个明确的指导，说是走哪条线往前走会达到一个什么地方，不可能了啊。一切都过掉了，什么装置、行为、地景，什么这个就全都过掉了，啊，就各种材料都可以让你失败，也可以让你成功，啊，所以其实今天面临空前的一个自由的一个时代，啊，就是还是回到你个人，就你个人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自由，准备好了没有，然后把这个自由拿出来，啊，给人看是什么，你的自由跟旁边那个自由区别在哪里？谁更有趣？是这个。给了我一个短消息，我看了很感动。对，我就坐在电视旁边看，看看就突然觉得那句话，哎呦，可能是你的感受，唤起了我的以前。我告诉你，我刚才说的就是那点意思。你只要有一点点意思，别人看到小姑娘，她那么苦，可她不知道；她那么好看，她也不知道。你有那么一点点，你画出来就会不一样。你说我西藏丑画有什么？那么小，哎，而且其实很简单化的，哎，为什么能打动人？就是因为他打动我，我那么一点点打动放进去，里面没有任何我个人的东西，我全部试图学的是法国19世纪的这写实主义的画。我当时看你那一段儿那个经历，画西藏图画那段经历，我确实觉得不可思议。什么不可思议呢？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在用照片，
我看您那段文字，我感觉您当时是白天出去是画速写，对，画了大量的速写，对，回来之后构图、构图、草图出来之后，你就要往上着色，着色的时候我一直弄不懂，就是着色的时候，比如说到了一个杏子桃，到了一个眼角，你的速写不可能进入这么仔细，对，那么你在处理西藏字画就是一个眼角，那会儿还没有彩色胶卷，对，你是靠什么来处理？就是靠记忆。对，这里面有个误区，就是所有写实艺术是否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对着画，或者是真人，或者是照片？我希望有人对着画，但是其实真正出彩的部分实际上不是对出来的，那是马路上就有西藏人走来走去，就天天看在眼里，所以我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知道它是什么质感。还有就是你要相信自己，你的手能做到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但你要去试试看。就是很多规矩你要试着破一破，就今天我没有样子在面前，我能不能把这个手画出来，你要去试试看啊，因为你脑子里有那个手啊，它会让你一笔一笔把它画出来。我当时看你这段文字，你写的很真实啊，就是说画西藏图画的时候，比如说画那个十里撒马和猪田的时候可能是那更瞎掰，完全是编出来的啊！是想把自己给装扮成一个俄罗斯的画家。对，画青藏图画的时候，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法国画家。对。然后您谈到，其实有了这种短期的这种追求，才会有这种动力。那么您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您现在想把自己，比如说有你自己很喜欢的吗？或者想把自己装扮成，还有这种想法吗？就是。没有了。但是呢，我宁可像年轻时候那样，哎，高兴。为什么？就是艺术啊，你其实一直有个假想的，你在追求的那个人，实际上你一直想变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找到你自己了。你看，我那时候想是以为自己是个苏联画家，以为自己是个法国画家。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发现我既不像法国画家，也不像苏联画家，其实是我自己画的。一个苏联人和法国人画不出我的西藏字画，为什么？就是我的感受都是我自己的。我真的在马路上看到这个女孩，真的跟了她好几个小时，这个是一个，就像我不可能像米勒那样，他在看村里那个孩子的时候，和我今天看他的画是两回事情。我不能取代他在那个村子里那天下午看到那个孩子的感觉，那他也不能取代我那天晚上在大昭寺又找到那个女孩，她墙根底下坐着，就那个感受是我的。所以一个人一定要肯定自己的感受，不要怀疑，就把这个感受说出来，尽可能完整的说出来，就是这样。我相信你画你太太在沙滩上的时候，她是你的爱人，她已经是你未婚妻，然后你对她的所有的爱，还有青岛是你的家，然后青岛这个沙滩是从小你看着长大的，这一切，你说丹青，你来画这幅画，我如果比你画的好的怎么样，我都画不了你那么好，因为这个感受是你的，所以艺术这个技巧啊，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是我今天的技巧实际上比我年轻时候要成熟多了，但是我还是画不出像年轻时候那么动人的画，就有一种东西没有了，就是。那种感受，那种非常想变成法国人或者这个苏联人，那其实是很可贵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去笑年轻人，年轻人的第一天性就是模仿。实际上你别看当代艺术全部是模仿，他们不要听这句话，其实模仿是很珍贵的一个状态。我非常想变成 Boys， 我非常想变成 Andy Warhol， 其实你变不了他，可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念想，最后你就变成你，就这样子，一样的道理，不管现代艺术还是传统艺术，我现在是已经成熟到足够这个就自己武装自己，但是我的很多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激动，年轻时代那种骚动，不太可能有了，所以我现在的话很理性，可能很美，很静，但是年轻时候那种东西没有了。我看你写那个日记，去那个穿的很破的那个小女孩，还有一个体格很壮的一个女人，哎，我有，
性感的一大话啊，说你当时的这个描这个描述是自己就好像是很赖皮的就跟着对对对那种状态，可能现在你在马路上你看见一个想画的，没有，你不会再去跟着他，不会了，不会了，不会了。所以我跟你说，我仔细看了一下，全世界最动人的画都是30岁以前画出来的，真的啊。还有呢，30岁以后也可以画得好，但那个时代必须不是现代，必须是古代。古代是什么意思？就还不是个媒体社会，不是个信息社会，它没有照片，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其他东西代替它看啊，所以他特别饱和那种热情。你像维米尔，维米尔在一个房间里面看那个少女在读信，或者一个农夫在倒牛奶，没有任何电影告诉他一个人倒牛奶是什么画面，所以他是以一个全息状态去面对他前面那个对象，嗯，所以现在人类过了那个时候了，就再也出不了那么饱满的画面，嗯。但是现在又有现在的好，现在的电影。啊，现在的这个数码技术，啊，现在的喷绘，它有另外一种效果。所以今天最好的艺术其实不是绘画，是摄影，啊，是影像。啊，我所以特别在清华的时候一直在鼓吹，就是，学校要加强影像教育。啊，今天来说自己视觉经验的最锋利的一个手段，最饱满、最多变。啊，最有趣的一个手段不是绘画，是影像，啊，但我们的影像教育跟不上来，我们的绘画教育太庞大，我们灌输给学生的一个讯息基本上就是画画，从石膏像到形啊，一直到创作，就其实还是跟30-50年前差不多，所以这是我对今天美术教育一直持续在批评的一个现象，嗯。那你走了这么多的这个国家，嗯，就您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教育的这个看法，嗯，包括其实现在我也面临这个问题，很多成长的学生也面临这个问题，嗯，就是说如何再往下走，嗯，因为我们不像这个视野这么大，嗯，在一个月之内你就可以看到几大洲的一个视野，不用不着大。视野用不着大，维米尔有什么视野？我们的视野比维米尔大多了，比伦布朗大多了，可是我们画不出他那样的画，嗯，所以今天的矛盾就是你到底要知道还是要不知道，因为这两种状态都可以产生很伟大的艺术。中世纪的艺术家知道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敦煌的艺术家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您现在在参加国外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看到咱们中国的这个绘画艺术，嗯，就现在在整个国际舞台上，嗯，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一个角色，就像中国本身在国际上的角色，就是一个崛起的国家，啊，你说的平实一点，就是它是一个迟到的国家，就是大部分先进国家这些事情都做过了。都疲掉了，都没落了，哎，然后发现哎，这个国家开始追求现代化，开始追求当代艺术，是一个迟到的角色。同时，迟到角色都是新的角色，啊，它会带来关注，带来好奇，哎，看看这个红色中国，一个共产国家啊，一个古老的国家，这个国家也在弄当代艺术，也在弄数码，也在弄装置，也在弄爆炸，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弄，啊，所以它非常。catch attention 就是非常吸引注意力啊，这是个优势啊。第二个呢，就是他在中国艺术身上看到他们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所有艺术都是从西方学来的，而且是一个盯一个这样学来的啊。我在西方待的久，我非常知道，就是中国这当代艺术家他是哪一路过来的，他喜欢的是哪一个范围里的艺术啊。但是让西方惊讶的是，你学普普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学杜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中国经验，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蔡国强的中国经验、古文达的中国经验、方力钧的中国经验，是这些西方人没有的。所以他们分明看到自己的一套手段啊，一套这一组材料，一套观念，哎，在中国人就要变成这个样子了，很有意思，他没法判断，啊。而西方有个好处，他不立刻来判断你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判断你这些东西此前没有见过，或者此前见过的这种方式在这儿变了，这是中国当代艺术有意思的地方啊。
但是我想比较理性的说，就像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现在目前还是以经济让世界惊讶啊，它的政治状况、它的社会状况，尤其是个价值观系统还非常暧昧啊，非常不清楚，它到底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自由的还是这集权国家，这还是不清楚，还是不清楚。那中国当代艺术也有这个问题啊，它背后的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文化立场是什么啊，大的一个哲学来源是什么，也很模糊。但我觉得模糊就好在模糊，就好在模糊，它不可解释。世界上任何现有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世界上现有的艺术理论啊，艺术史也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的状况啊。所以你从负面的一面说，我们空前的茫然啊，和失语，就是我们无法判断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可另一方面，我们又空前的获得机会，就是我们这个机会是所有其他此前各国的艺术家没有过的啊。就我们在这么迅速崛起的国家当中，我们艺术家其实充满机会啊，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出人意料的东西来啊。暂时不要去问它是什么啊，但我们就不断的在做，很有活力。因为西方人也会非常惊讶，中国有出现100张国家题材的主题画、历史画，他也会非常奇怪，这样的画法在整个西方世界基本上已经完全失落了，已经没有了啊。你去组织德国画家或者英国画家说你把你英国200年历史画出来，它是可以画出来，但完全是另外的画面。这样写实的大规模巴洛克型的那种大场面的，已经找不到这样的画家了。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它既不好也不坏，它是一个现实。中国有这么多画家在画这样的画，再加上一大摊当代艺术，所以我觉得西方人要花大量的时间，很耐心、很客观地来观察这个过程啊。我们自己也在当中，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们走向哪里去啊？我很有兴趣看这个。是这样说很有意思。其实这可能是这个大家所天天争论的问题，可能是在你这刚才的谈话当中，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时期。但是大家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或者是没有这么看，反而觉得是很苦恼的时期，因为面临选择太多了。他就像你说的，他就照习惯思维，他很想给自己一个定位。就我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他今天给自己这样定位。对，问题可能出在。中国的艺术家太想给自己一个定位，太想成功，太机会主义，太功利主义，其实把这些东西一放退开，真是海阔天空。因为我们现在把握了可能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没有的一个机遇，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特别暧昧的一个大的一个时代。在中国啊，这么大一个国家在变化，这里面充满就是无法解释的事情，而这里面给艺术的机会是其实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啊。就如果你足够敏感的话，你可以画出和做出就让人无法解读的作品，但是里面充满就有待解读的这种信号啊，那种信息。您最近这段时间创作的比如说系列作品或者说正在构思的这个作品系列是有没有？没有，我的东西不足道。这个我还是会画点书，就像你看到的画册。另外我还在农村画画，我八月份到陇东，到农村去画了一些农民，我回头给你看。我还是想回到年轻时候那样，就是去画那种就是前现代社会的这些农民的形象啊，其实有点像堂吉诃德，就想找回自己过去失落的那种感觉啊，但不太有价值啊，我觉得不太有价值。我很看好现在中青年人在做的事情啊，大量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做得很差，但是你必须要有大量这样的东西，然后里面会出现一些特别好的。